狄仁杰跟普鲁士绳结有点像，不过它是两条粗细不同的绳子，的打法。首先，主绳在副绳上面打一个单结，然后副绳一样在主绳上面打一个单结，搭在一起，这就是所谓的狄仁杰。它跟普鲁士绳结是非常的像，会形成两个绳套，并排重叠在一起。